女神 Angelababy 和黄晓明的迎娶仪式正式登场，两人身穿中式礼服，喜气洋洋，一前一后走进饭店，阵仗相当庞大。不光饭店外聚集大批媒体，还有粉丝沿路追逐，光是迎娶车队就包含十多辆豪车，一字排开，场面十分的壮观。而小两口在跪拜父母奉茶时都堆满笑容，沉浸在一片甜蜜氛围。两人也公布在巴黎铁塔前拍下的婚纱照。为了这场世纪婚礼，上海浦东机场也迎来众多明星级的宾客。听说这次你们包的还挺多的，是吗？没有。大陆影帝黄渤和 TFBOYS 及李冰冰都将是座上宾。两人的晚宴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，内部装潢也提前的曝光，充满浪漫童话风格。外传为了这场婚礼，黄晓明不光砸下台币3500万购买5.5克拉的钻戒，还特别跟法国珠宝商租借一顶价值不菲的古董皇冠，更找来北京宴的名厨操刀设计菜色，让这场世纪婚礼不止星光熠熠，更显得相当贵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